我刚拿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它非常神奇，就是它的触感是平滑，完全光滑的。我以前弹过这种弦的经验，就是它的出力不会大，它出力小小的，它会提供一个很稳定的低频的频率给你。那这个弦最神奇的就是它除了摸起来的触感它是平滑，再来就是它的输出非常大，所以我在演出的时候，其实它会提供我一个让我很安心的一个动态，比如我今天要 slap。因为我是习惯一直大量使用 slap， 像这种很亮的声音它会有，可是我也会有我需要低频，它既输出又大，然后又有一个低频在，然后它该亮的时候可以非常亮。